好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上鱼加猪脚，我们抓一把饭。这是半张紫菜，放铺上去，拌至均匀，四边修整齐。好，现在我们把它翻过来，放住，上鱼清好。牛肉果切条，好，现在我们把它拦起来，这里扣进去，拿住了，进行。现在拿出鲳鱼，给它劈成片。拿出竹板定型，两头收一下。现在我们把它切成八段，一段，两头收平整，一段，一段。现在拿出一个盘子，把它摆入盘中。然后我们在上面撒入一点点芝麻，这就是鲳鱼加猪脚，作品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。